你把饭做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老板，你这菜我可以买一点吗？卖吗？我不卖的，这个菜你干嘛要卖掉呀？我是开车过来那个玩的嘛，我因为我也自己煮饭吃嘛，这个肯定要比外边买那个菜要好吃啊。那是肯定的，自己种的嘛。对呀、啊。你想要可以割给你，我不卖的。哎，你不要钱我就不要了。这个是那个白菜吗？对呀、啊。哦，白菜呀、啊。我们北方那个是长得是这么粗的那种。对对。哦，是一样的。你想要可以割给你吗？好的。啊。那你要哪一个？都行吧。割这个吧。啊。这好的，这个。这个叶子不用掰了，我感觉特新鲜。这个叶子，来，谢谢。这个可以割，那给这兜吧。啊、哦，行，这个还挺漂亮的。妞妞，你别掉下去了啊！这个上面是好多家的菜是吧？对。好嘞，我这里有点零钱，你多少留一点。哎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哎呦，不好，不好，不好。你们这个也是，这不要不要不要，哎，不要来嘛，不要不要，你们这也是种的吗？不要，老板不要客气啊。好嘞好嘞，谢谢。不要。好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哎呦，怎么办？会游下去的吗？游下去啊。哎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有狗的。对呀、啊。你往下去。往下，下去的，它从下面有上来的地方啊。哦，能不能游这么远呀？远就远了呗。快来！妞妞，这来了。快点来！快点来！我的妈呀，妞妞，妞妞，这儿呢。这儿，妞妞，妞妞，妞妞，这儿呢，快点，上那我够不到你，妞妞，这儿来，这儿呢，这儿。往前点，妞妞，再往前来了，再过来了，这儿来了，上这儿了，这儿来，过来，上这儿了，来，冻死了。这家伙的啊，妞妞，下回还去不去了？早知道带点沐浴露啊，再搁那洗洗再上来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说你这也跟我一回，是不是？虽然说不能把你照顾的多好，但是得能把你的小命给保住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下回还去不去了？啊，以后还跟不跟我去了？吓死我了！我给人家要了两个菜，把
把狗都掉水里去了。好在他会狗刨，要不然的话可毁了。哎呀，以后再去这种危险的地方，我就不带你了啊，就把你放车上，我就自己去，好吧？哎呀，太吓人了，太吓人了。